铁路站顶物业一向是市场上最抢手的货源，在正启德站顶有大型发展商品牌保证，就更加不是说想买就买到。近年来启德发展区一直都是一手新楼市场焦点所在。事实上，启德作为本港一个超大型市区发展计划的区域，政府投入庞大资源发展，成为了香港新核心市区。而家正式推出的是位居香港都会启德城核心黄金地段，协调到10号项目，为区内备受瞩目的地王发展项目，享有全新发展的罕有规划，占尽区内发展优势，难得一遇。项目为区内最高私人住宅发展项目，傲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更加是区内唯一全天候无缝连接港铁启德站的新楼盘。讲返项目资料，一共分两期发展，共提供1490个住宅单位，当中第一期共三座，由一座楼高44层和两座楼高38层的大楼组成。以价发展商先推出第一期，屋苑户型相当多元化，涵盖开放式至四房，涉及906伙，可以切合买家不同的需要，关键日期为2025年年中，即是楼花期不够一年。俾多少少资讯大家，项目位处地皮系发展商2018年以超过251亿元夺得，创下当时本港官地史上最贵嘅纪录。如果单计住宅地，至今仍然系属于最贵嘅一幅地皮，足以引证规模庞大、地位显赫。对项目有兴趣嘅朋友，不妨联络我哋前线了解更多啊！